Hello and welcome to Current Affairs in Mandarin. I'm Catherine Xiang. In this program, we aim to teach you how to talk about current affair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each clip, a global event or a piece of news would be introduced. We'll teach you the key vocabulary and show you how to use them in a meaningful context. Every time, it will be followed by a lively discussion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our students. So join me today to talk about whether Scotland should be independent are our students Leo Wong and Abel Lam. So welcome, 欢迎。Would you like to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selves first? 首先是否能请你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我的名字是王和雷，我是在 LSE 第一年级学经济的。大家好，我是林志恒，我是法律系的第三年级学生，也是在 LSE 读书。Very good, welcome again. And first, let's take a look at today's key vocabulary.苏格兰应否独立？独立，独立。美国于1783年正式成为独立国家。美国于1783年正式成为独立国家。经济影响，经济影响。苏格兰独立会带来什么经济影响？苏格兰独立会带来什么经济影响？公投，公投。苏格兰独立公投将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将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权力下放。权力下放。英国中央权力下放赋予了苏格兰议会立法权力。英国中央权力下放赋予了苏格兰议会立法权力。前车之鉴，前车之鉴。他们试验失败，对我们是前车之鉴。他们试验失败对我们是前车之鉴。欧盟，欧盟，欧盟国家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明显不稳定。欧盟国家过去两年的货币政策明显不稳定。货币，货币，法国现在使用的货币是欧元。法国现在使用的货币是欧元。央行，央行，英国的央行位于伦敦。英国的央行位于伦敦。税，税。如果你希望出口你公司的商品，你需交出口税。如果你希望出口你公司的商品，你需交出口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在最近的季度，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0.4%。在最近的季度，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0.4%。Okay, now I think we're ready and we will start our convers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用中文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苏格兰是否应该独立，那么这个是现在很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你们怎么会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呢？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因为苏格兰和英国有300多年的共同历史。虽然英格兰在推动苏格兰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发展，苏格兰是一个从14世纪开始就拥有独特的民族认同感，如今还是拥有独立司法，独立司法
和新征的国家，若苏格兰争权的逐利，这会给两国家带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对，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重要是在如果苏格兰真的成功独立，这很可能会激发别的国家，比如说威尔斯和北爱尔兰的独立之心。换句话说，如果苏格兰成功独立，会直接影响到这个联合王国以后的存亡。那么我们提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都有很长的历史，可能能不能先请你们跟大家不熟悉苏格兰的同学们介绍一下苏格兰的历史？好，虽然苏格兰的历史大约10000多年前开始，但要等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才有对罗马帝国对于大不列颠岛侵略的侵略后，才有对于苏格兰的正式记载。公元九至十一世纪前后，一个独立完整的苏格兰王国逐渐成型。之后在之后数百年，因为领土、宗教、政治的原因，苏格兰与南面的英格兰、西面的爱尔兰、欧洲大陆的法国、挪威等王国之间，都有过错综复杂的联盟和战争关系。苏格兰根据1707年的联合法案，与英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一部分。虽然苏格兰是这个王国的一份子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可是希望苏格兰独立的声音却从未间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1977年苏格兰民主党的领袖曾号召公投，要求苏格兰独立，可是呢，当时的民众就投下了反对票。自此之后，英国政府呢就实行了中央权力下放的政策，就恢复了苏格兰地区议会，以及赋予了这个议会立法权。苏格兰目前到底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呢？根据1998年的苏格兰法案的条款，该议会可以通过影响苏格兰内务的法律，并且呢，它也有调整这个基本税率的3%的能力。这意味着苏格兰议会其实拥有大部分的地区事务的治理权，可是这个议会的权力呢是受到某些限制的，比如说在堕胎、国防、军事以及外交等范围呢，它是无法立权的。可是这个中央下放权力呢是比较模糊，因为自1998年以后呢，英国就越来越少为苏格兰进行立法，所以换句话说，苏格兰议会是拥有很多的特权。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如此有争议，也是因为很多人比较担心苏格兰如果独立的话，对其经济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我是觉得苏格兰如果独立了，是对它整体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方面呢是苏格兰独立以后需要担负着英国的16000亿英镑的债务，那如果按人口分担这个债务的话，
苏格兰是要负担着1300英镑的债务，那这是相等于苏格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4。根据英国上议会的经济委员会就苏格兰独立事宜而发表的报告所指出呢，苏格兰是无法支撑着这么庞大的债务。再者，如果苏格兰成功独立了，它将失去每年从英国当局所获到的300亿英镑的资金。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方面呢，苏格兰的经济会陷入非常大的危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比较长远的经济发展以及贸易关系。很多人相信呢，如果苏格兰独立以后，这会伤害到英苏两国的贸易关系。很多的大型企业比如说英国石油等公司都表明了，如果苏格兰真的是独立，他们会把他们的总部全部迁离苏格兰而搬回来英格兰。而我们相信，就是如果苏格兰真的独立，会负面的影响到他们经济以及他的经济发展。嗯，很有意思。我们简单的说一说经济上的可能这些挑战啊。那么对当今的英国政府来说，如果苏格兰真的独立了，对他们从政治地位或者说他们的政治政策上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苏格兰独立大选会给英国政府带来不少的在政治方面的挑战。比如说若苏格兰独立成功，北爱尔兰的极端分子有可能把这当为作为理由要求独立的权利。而且呢，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挑战为英国政府是他们当官方的立场跟英国市民的立场呢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官方立场是他们不支持苏格兰独立，可是呢英国市民却很多的人支持苏格兰独立。根据金融时报最近的调查所指出，在苏格兰只有少于30%的人数是支持苏格兰独立的。可是呢我们反过来看，在英格兰有43%的人是支持苏格兰独立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苏格兰独立了，就可以把每年所给苏格兰的300亿资金就可以用在自己英国的经济里面。所以面对着市民支持苏格兰独立而官方的立场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英国政府的重大挑战。那么你们觉得如果苏格兰独立，对英国在欧盟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地位是不是也会有影响？英国首相卡梅伦多次强调维护团结的重要性。他认为独立对英国和苏格兰并无裨益。特别是独立后，英国在欧盟议会上将近一步失去其谈判的能力。在石油方面，独立也会影响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苏格兰境内的北海石油和天然气每年需向英国政府交纳90亿英镑的税。苏格兰民主党认为一旦独立，能获得客观的能源收入，促进苏格兰发展和繁荣。同时间英国边不能继续输出石油，
因此再进一步影响英国在欧洲上的地位。你们觉得对苏格兰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件事情，就是苏格兰独立，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我们都已经讲过，苏格兰的市民大部分不赞成独立，不仅他们承认独立会带不少的利，但是在经济方面上，他们觉得弊大于利，比如某些人赞成独立带来的爱国性和骄傲的感觉，但是他们也认识到独立会伤害商业和就业的可能性。人们也不相信苏格兰的政府可以支持国家的经济和保持国内生产发展不断。因此独立对苏格兰市民显示很危险。最后我想问一问你们两个，你们个人觉得你们是不是支持苏格兰独立呢？我觉得呢，独立固然是有它的利益的，就是正如Leo刚刚说，就是独立后就会有更多的民族感呢，有更多的骄傲，就是为自己的国家独立了骄傲。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看一下经济的影响，以及考虑到一个国家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强大成功的国家，经济方面呢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是觉得独立是不一个好的决定。我也觉得苏格兰不应该独立，因为当苏格兰保留在英国内，苏格兰和全英国的经济会更强和更稳定。如果苏格兰选择独立，这会不单影响到英国的经济稳定性，而且有可能影响到全欧洲的经济稳定性。比如苏格兰的货币是英镑，英国会被迫花不少的纳税人的钱保持苏格兰和保存英镑的价值，因此我也不支持苏格兰独立。非常好，非常谢谢你们给我们很深刻的分析了一下苏格兰独立的利与弊，然后对于这个事件呢，我相信大家都也拭目以待，看看将来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情形。谢谢你们，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nk you for staying with us today. And next time we will talk about women's health issues. And till then, bye.